跟去年一样，来高铁站的时候都下着大暴雨。太赞了吧！来搭高铁，再去桃园。那我刚刚没有下雨，突然要撑伞，还要拿这个，我可没办法。推着行李去，还有上公车要刷悠卡。回到上一次东京下大雨的恶魔经验。大雨啊！希望这次不要再下雨，我要看日出，我要看富士山，万国冲路，还不是伤痕累累？那有办法，欸、可是看这万国冲路就不衰吗？你买这个4000块，现在已经买不到了。对啊，现在都超贵。我只有买得起这种淘宝货。快回来，让我带你吃，带你玩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日本 Vlog 之旅，我们这一次要去日本。六天吗？对，六天。那这一次除了我之外，一样我们的老班底方哥，还有我妈，还有一位去上厕所的阿姨。这一次我们要去哪？对，又去池城，烦不烦？一直去池城，一直去大崎，没看到日出啊。然后这一次我们一样又要先到桃园住一个晚上，搭隔天早上的虎航，然后池城一样到大崎，然后再到东京。对啊，一样。真无趣，大家可以关掉了，这次没什么好看的。到站下车了，干嘛？看屁呀、啊！肯德基蛋挞的麦吉耶，好心动哦！我要吃蛋挞。哦，热的呢，烧滚滚，超棒的天气，跟上次完全不一样。我想到日本一定也会不一样的。先去饭店，然后再去。蛋挞掉了，我再去。上一次那间300°C 的 steak 牛排店，然后早点洗漱，明天早上9点飞机。6:28，它这个蛋挞是6:12做好的，新鲜。是吗？它就蛋挞、啊。不要吃，蛋挞。感恩食府。换了一个好推的行李箱，蓝水情侣。去年是住这，这一次是帮他们订有厕所的，那我们一样是共用卫浴。哎、欸，好像一样哎、欸，只是差再多一间厕所。哇塞，厕所跟房间一样大、欸，超爆大间的厕所。干嘛？嗯？什么纯样子啊？你在纯样子？什么？几米啊？5楼。房间，这间好像我之前开箱的时候住过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好像是住单人房，忘了。浴巾、卫生纸、镜子、电视、吹风机、对外窗，挑战，还看得到海滩哦。吃饭时间，听说牛排店客满，只好去看看喽。隔了一年再来，有什么感想吗？什么都不敢想，没什么感想。刚刚走去吃饭，我连国都还没有出，这有什么感想？而且是在桃园而已，还好吧。会不会大家以为这是去年的影片啊？没有错，我们要来吃这间300°C steak， 先吃冰松露薯条。可以接受，满意吗？超饱，超饱！去年怎么办把那个双拼吃完？洗澡。这间超屌的哦，门开着，啊，里面没有人，门就这样开着。已经开了大概2个多小时了吧，吓坏！哎，洗澡了。那因为这间青旅，我们去年已经住过了，所以就不多做介绍了。卫浴啊，什么水呀、沐浴都还蛮大的，但是他们现在免付费品，压出来一个10块。早安，6:26，先去打机场捷运，然后到第一航厦。9:30的飞机。我到机场啦！一大清早的机场还是那么多人。找一下我们的报到柜台，虎航的在哪里呢？原地灯塔都看到了，我们在第7柜台。人也太多了吧！第七在很后面，大家都搭新宇的呢。我搭虎航就好。我们要去池城，结果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排队。I 7218，池城 is lucky。
It's time to 报到。一下就拿到票了。今天的行程好像都蛮准时，有点提早的感觉。准备出境吗？九点半的 IT218 台湾火车，第一梯登机门。嘿嘿，真好用。哎、欸，我想说，刚刚有人在后面帮我讲，我就不讲。现在是8:05，还有40分钟可以登机。还是一种没有很期待的感觉，怎么这样？真的吗？我昨天几天都睡不着、真的假的？半夜起来大便。你不会趁我在旁边睡觉的时候偷做什么坏事吧？偷偷去大便，我还好而已。我怎么样？还没到日本就在偷饮料？等下飞机上要喝。我悠闲的吃面包喝饮料，就买八宝粥。我有点想，刚才看到有点想买第一行价有卖顶呱呱哎。买个呱呱包当早餐吃好了，超爽的。买了一个薯球跟呱呱包当早餐，并没有到日本再吃就好了。但是既然呱呱包我买鸡肉条，既然顶呱呱有开，有看到顶呱呱就买个当早餐的。虽然我都没有吃过顶呱呱，我好像也没有吃过。B 区的登机门啊，今年一样，我们商务舱跟头等舱。是没有机会的，我们只坐旁边的经济舱。哎、欸，那台飞机是长龙的，哎、欸，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第一次吃呱呱包，第一次吃呱呱包，它好像就是炸米糕，然后裹在那个炸鸡皮里面，跟淡淡的炸米糕有点像，还好，没有特别好吃。鸡肉很香，应该买炸鸡的。五航，8:49 ，It's time to 登机。这一次就是坐头等舱了啦，总算轮到我们坐头等舱了吧？走吧走吧，这是必须的，都没什么。虎航头等舱啊，超可怜的，每次都要搞一次，他就只开一个通道而已。感到非常抱歉，并且再次谢谢您的辛苦加钱。我会真。跟沙琪玛还有太阳饼还有苹果汁430，都是点心机，可以相别味，整飞机都是味道。坏念头，结果有人点了一份，跟那个烽火一样，这边点的整个飞机整个飞机都点，点到那个机组里说，你说机密码，先生，请你系安全带哦。我有系了。日本的空气，老地方，我们还是飞茨城机场。太累了吧、啊？放在我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我放的，我自己都忘了，两本护照都忘记拿，放在位置前面的那个网袋里。还好你有想到，不能上去飞机，请他拿着吧。请空服员拿。还好，走吧。一入境就拿到他们在发的茨城的名产哈密瓜，哇塞！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农会在发的赤城哈密瓜，超甜超好吃。只是他们的是绿肉的，我以为它会像是我们那种有点橘色肉的哈密瓜。Seiko Mart， 先吃点东西，我们的公车时间还没到。每次一下飞机都要先来这里觅点食。上次也是因为要等车，现在是2:55，还有半个小时。所以简单买个东西吃，先买了一个尾鱼的御饭团，然后一杯明治的草莓牛奶，再配一个当地的，对的，哈密瓜泡芙。一下飞机就爱吃泡面，因为喜欢想喝热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天气凉凉的呢，对我来说是刚好。现在翻译超方便的，直接上去对上去，他就说这是什么口味的，尾鱼、梅海鸡，还是海胆，一样都很咸。吃饱准备搭车到水户，再从水户搭车到大崎，就地重游。背波，天气阴阴的，没有什么太阳，凉凉的，气温27度。Max 茨城交通道，水户车站南口。你看3月27号，现在可以用苏卡跟这些交通卡了。你要刷 Visa 或是 JCB 都可以。这是旁边那台机器，不然我们去年来他还是投钱的。现在跟司机说你要用书卡，他就帮你打出来了。帮你打出来？谁司机帮你打出来？不是啦，不是那种打啦，看着几秒钟而已，打这个出来啦、就是那个 list， 哎，麻烦的，他就会直接跟你讲1070块。哎、那书卡要便宜耶、欸！哎，看，省30块，哎，30块，30块除以5才6块，算了吧。
大方哦，大腿哦。大腿哦。大溪好远啊。对啊。从台南来的吗？从哪里来都有，从桃园来的。我们早上6点就起床了，现在还没到。而且我们是从桃园来的，已经4点了。如果从台南来就更远。哦，好远哦，不能常来，每个礼拜都来。下车，下车！这次到水坞的时间又是可以看 Coco 谁的时间。天价电台，好年轻哦，好多高中生。再次来到水坞站，这边有很多下课的高中学生。我是开玩笑的，我真的不是变态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啦。好啦，我们去买票搭车吧。Metro Station 就在车站里面，各种酒类似，你可以在这边直接。一杯300，然后喝到喜欢的，就在旁边直接拿一罐下去结账。按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要按着吧。按一下就好了吧。哎，我求生啊！按个500。他是要拿300块干嘛换代币？然后选你要喝的之后，按着。按一样哈，没有套住我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这样子而已，一杯，它就是一个量。哦。这样啊，就可以喝了。就是一个，还不错。他们很多上班族下班就来这边，他1000块可以，对，1000块可以换3个杯子，然后跟一份餐点。哦。然后他们就在这边喝酒，共荣好多人。共荣。每次都应该给。都要讲那个。大溪鹿岛线转运哦，然后从水户一路搭到大溪，330块。水户到大溪。啊，他只是他要收实体的书卡或是现金，我没有实体的书卡。感谢咯。Bip 真有效率。第八月台的大溪鹿岛线，哇塞，大溪的月台在排队呀、啊。列车进站了，我们就是搭这台很可爱的大溪鹿岛线，它只有。2台车厢，我们会不会上不去啊？有点害怕。只有2台呢。对啊。啊，人那么多，都要站着、啊。我已经站着了。并不，还好上得去。下车，可爱的火车到这一站，哦，来一大溪。想不到大溪蛮多人下车的，刚车上几乎是满的。结果到这一站下了几乎2/3了吧，蒙博朗啊，怎么感觉他们车站好像要变得比之前还要明亮一点？5点半了，距离我早上起床已经过了快12个小时，我们总算到大溪了。Hey，Max Coffee，Max Coffee， 去年也喝到，这一次他出了大罐的 Dim Ka Good 的 Max Coffee。坐计程车来饭店，他应该不会就这样开走吧？还好没有。结果方哥跟我妈就先搭去饭店，我跟阿姨在这里等下一台计程车，因为他们一台载不了4个这种大型行李。他这个放得下吗？坐后面就好了。坐后面。对啊。右过来按。啊，有来样。嗨嗨，他们的基本车子是500。丸八，有来样一下。Go out with friends, get drunk again. I play pretend it's fun to numb the pain. 清歌，到嘞。1500円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呀，到嘞。给我来按，我们今天晚上的饭店。来拼明天的一个日出啦！你有 check in 了吗？还没。啊，这个有人啊，这个有人，太赞了。check in 完了，他们的 lobby 还是这么的棒，刮胡刀啊、梳子跟一些备品在这边都能拿。那最棒的，莫过于还是这片看出去的风景了。今天的天气跟去年来一样，第一天到都很赞，期待明天的日出。有要，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一次请人家帮我们提行李上去，我只能提我自己的，结果他一个人提2个上去，一个人就快死了，太帅了，而且还是4楼。
这一栋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冷气，其他都很棒。可扣一 ，OK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壁布四人房的房间，它是有这个榻榻米，然后可以睡这个自己铺的床。然后呢，它在窗边会放两张这个椅子，但是最重要的依然是你在坐在这里的时候看出去的这个风景。然后你把窗户打开来，还听得到那个海浪，有听到吗？那我听到了，太赞了吧！哦，听这个海浪声睡觉，海浪声，好棒的吧？吹风机，但是应该不会用到，因为我会去浴场。电视，很大台的电视，整个榻榻米的房间，嘿，没有免治马桶，非常的日本厕所的一间厕所啊、哦。他会问你要吃早餐的时刻，然后日出日落的时间都写在上面，每个讲解都很清楚。除了 WiFi 啊、自动贩卖机，他们有一个可以去大喜饭店的浴场洗澡的这样子的饭店，你觉得多少钱？你猜猜。一个晚上是8800，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不到4000块，一个晚上跟一天的早餐。房间不多哎，他们大厅就是2楼了，然后3楼、4楼，总共就大概10间房间而已。饭店的对面就是大喜姬前神社，走上去就是神社了。像去年啊，我们还淋着大雨走上去，今年势必是不会下雨的了，不会吧？不会下。饭店就是这一间了。然后下来的后面就是这一片漂亮的海景，鸟居就在那边。这个明天早上日出起来一定超级漂亮。请问妈妈对这间饭店的风景有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喜欢的、哦。喜欢。阿姨说她不要回家了。哇，糟糕了。哎呦，怎么找的？可以找到这么漂亮的景啊？那只好把你们留在这里了。这个声音听起来实在是有够疗愈的。四个人的好处就是咱得固定下来吃饭啊。计程车啊？哎，我两个拢惊嘞。嗯。你算饭，我两个好奇。对。还钱。还钱。1200块。对啊，他叫车好像另外收300，加300，对，赢车，赢车不是排班的加300。我们的晚餐就是这间鱼中曲琼，我在后面了，我们家我拢讲了啊，阿姨不是这间啊，这个后边啊，人拢黑掉啊，你讲我不是家，在后面了，那是他们的料理场，哎，料理场啊，我们要去的餐厅在后面的、啊，这边是他们的工作，我们要吃的在这间巷子里，秋训，秋训。它是有卖一些，对，就这些，进去看就知道了。对，营业中出行，走吧。跟他说我们有四个人，超有质感的。嫁妹様、すみません、お時間の責任なんですけども。他就是叫我们去楼上，反正自然会有人带，我们应该是这样。因为他说了很多我听不懂，这些很有质感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整间像是木造的，高级料理店的感觉呢。お靴の方こちらです。こちらお入れください。はい。鞋子脱起来放上面。はい。よ。はい。ここ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这间就是我们的套房啊，哦、很熟悉呢。他们的菜单就是不意外的全日文的，但是这边有冻饭啊，然后可能一些扇啊、纸啊。This. マグロ。マグロ。マグロ。ツナ。マグ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刺身。これビーフ。ビーフ。刺身。ビーフ。あ、オッケー。あらがなんか。お、オッケー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これ熱い。はい。ホット。ホット。オッケー。これ日立牛ビーフ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これ。はい。グリル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有生鱼片、刺身跟长鹿牛的，它直接用煎的一个膳食。
然后我们另外单点了一个长鹿柳，方哥吃的天冬，这个天冬看起来超丰盛的，要求哦，超多料，很酷。它牛油好多啊，然后脆脆的牛肉香，超香。八罐的寿司组也是蛮多种鱼类的，不错哎，它还有鳗鱼。哦，好大块哦！茄子、炸虾、四季豆、香蕉、干贝。吃一口你的白饭看看。它那个汤端上来多香啊！日本的米是有名的。来的好像是海鲜生鱼片冻饭，他们的食材都很新鲜。四个人吃了11650，算是不便宜，但是也没有到特别贵的，还不错。只是不太会点，因为他们是全日文的点餐，你可能要一边看翻译一边去对他们的菜单，比较能知道要吃什么。我觉得说是蛮普通的，因为我吃不懂。天冻很好吃，天冻吃得懂，我是觉得很好吃。才买些东西，再回去饭店洗银窟。到了海拉雅超市。来买点晚上要喝的饮料啊，买点宵夜啊，顺便买个水果。日本晚上就是要逛超市啊。虽然这天只开到9点，哦，没人呐，阿弥陀了，990块啊，阿弥陀，呀，这阿弥陀，花花梅子好漂亮，这是梅子超市，应该是梅子吧？水蜜桃，某某白凤的啦，明太子。明太子这样子只要400块啦，但是真的买了没有白饭配，但这个直接配饭一定是倍爽的。还有明太子，明奶汁好喜欢哦，超多的牛肉，不管是小块的、小大片的，还是五花类的，哇哦，还是你用来烧肉的。这个看起来都超级棒，真的是，如果大家有住 Airbnb， 你们是有厨房的，超级推荐你们来超市买牛肉回去自己弄，超爽。方哥，啊，你已经在找打折的商品了吗？对啊，有贴标的吗？有贴啊。哇塞，好吃。哎，这个要买啦，刚刚在那边没吃的很饱，我觉得可以。没吃的很饱。我没有吃的很饱，感觉可以。买一点东西来吃，这次很多特价。对啊，好棒哦！我们两个不愧是在台湾吃友善时光的，到日本也要友善时光，友善时光。今天的特价比那讲都很好吃。我刚看了一轮，有意大利面，有寿司，有烤的，有炸的。对啊，超多的，而且今天的配色看起来都很好吃。三包饭。对啊，好看。我们刚刚如果花那10000多块来这里买，夹个头，这是有30公超的。卷类的啊，三明治啊，寿司类的荞麦面，哦，都是折扣很凶的啦，40% off。炸猪排卷啊，还有一些饭团，哦，唐扬猪排饭哎，乌龙面啊，炸物好多哦，越看越丰盛，有汉堡。哦，披萨、凉面啊、乌龙面啊，这里都是打折，这样子真的是很容易把人家吸在这里走不了，看得也爽，超爱逛超市的。牛奶果菜汁，怎么了？好想喝葡萄汁哦，但是我喝不完，每次来看到这个都很想喝，找小罐的喝啊，有小罐，因为它的包装看起来就很好喝。又回到这种满坑满谷的啤酒山了，每次要喝个啤酒可能要想个很久。不管是秘鲁角嗨还是调酒，都超多的。这个大蒜奶油找超久的，这个是大蒜，然后这是蒜片。蒜头爱好者怎么能不爱呢？惨了，看起来这是一个战斗力低下的反应。没有买什么，我们还要去全家吗？嗯，没有了，就买这样是够的吗？没有买一个甜甜的。买一买回去洗澡，角度变成这样。现在才晚上9:10，大洗已经像是晚上12点一样，都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声音。都回来了，大喜神社的这个大鸟居，旁边就是大喜饭店了。
他们这间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这个入浴券，就可以去大喜饭店的浴池洗澡。大浴池在11楼，视野看出去一片黑了，辛苦了。9楼的这个大浴场入浴的时间最晚是11点半了，他让你泡到12点。这一次哦，为了准备这个血印的咖啡牛奶，特地在了，听到吧？洗完澡再来买咖啡牛奶。啊，因为浴场不能派，天降了。哎，他洗完澡有送冰棒哎，免费的冰棒可以拿哎。对啊，你看，就是任何口味让你自己挑。哦，很棒哎，等一下洗泡完澡可以吃个棒冰。忘记带浴巾，洗个屁啊！我要走回来，浴巾。再走了10分钟回来，现在要走10分钟去，真的会被自己蠢死。气死我了！哇，我真正会昏去。洗完澡见，拜拜。舒服。这一次没有包场了，这一次陆续又来了一两位男性跟我们一起泡汤。对了，因为这是男女裸汤，太舒服了，那个热水温度非常高，柠檬苏打的、可乐的，然后这是甜瓜苏打。跟苏打的4个口味，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？我刚翻译啊，我刚在吹甜瓜苏打的哦，应该可乐比较好吃。嗯，可乐糖。泡完澡吃，整个身体都冷起来了。I see you。水水哟。那我这样好像没有穿衣服，其实 我有穿衣服。好变态啊，不敢绑太紧，看起来都是超胖的，因为肚子会挺出来，要把它撑着让它不要掉下来。太好喝了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拿出来的呢。嗯，哦，我的呢？你的自己在袋子里。真的我的。太抱歉了，佩林刚买的天妇罗，这个也是不利亚赞的，有点太甜了，好甜哦。宵夜就吃个水蜜桃烧鸟，还有这包天妇罗饼干，配上这一瓶，这个这是格什么？格夫兰迪啊。超多只，他们的水蜜桃果然不是盖的。晚安啦，明天早上起来拼拼看有没有日出可以看。希望啦，我们已经来了第3次了，希望有日出可以看。不是我的脸也太红了吧？喝点酒怎么红成这样？然后我的里面要看吗？不想看。哎，内裤没关系啦。